者曾文荣台北报道，花莲强震伤亡惨重，日本伸出援手协助搜救，又发起捐款赈灾。名嘴王瑞德昨在脸书表示，我们帮他们一次，他们帮我们一次又一次，谢谢日本。他在日本期间将带驻台湾，谢谢日本海报出现在各地，聊表谢意。王瑞德 PON 表示，超过10亿莫名日本人捐了1.5亿日元，而且捐款仍在累积中，这才叫做一家亲。因为人力挤逆，人挤挤挤，雪中送炭才是真君子。他也附上在日本高举感谢海报照片，感谢日本对台湾伸出援手。王瑞德了在日本展开反馈之旅，反射子脸书王瑞德在日本展开反馈之旅，反射子脸书。